来了，都有支援，都有支援。哦，这里的话再过来两兄弟支援。哎，我马云龙这个 VSS， 这个对面不是一个火力级别啊。那记，咱不行还是回。哎呦，这个开枪 Team Boy 更胜一筹啊！这一波招火 ，PT 获得小范围的胜利，拿到了一个还比较靠中心的防区。嗯，你看一下十七和牛 IP 的一个位置啊，因为现在主要是一圈还真不好，先让他不得不开门啊，门口看一眼啊，哎，有直接进枪，两个人进来，第一个人差一丝血，烤鱼那边差一丝血才倒。DDT 能拿到这个平台大仓啊，因为 New Happy 没去， New Happy 他依旧是马路两边大仓的一个分彩。那现在 DDT 开车过来信息，楠楠那边是能观察到的。老师来了，他来了对吧，他来了，就往矿洞那边走了，那个方向去了。那两边都在往前赶啊，牛海哥的时期我们那西边已经打起来了啊，双方又是一波交火。 SMS 之前和 DT 有过交手，然后今年还有个巨幅也在附近虎视眈眈。时期在最近的很多场米兰马地图里面基本上都是二圈必杀的，但是这波，哎呦，这波的话小鬼还是没有逃过，匆匆的一波会在这里停，因为毕竟小鬼的位置他是半路被打下来的啊，停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。现在十七旁边土路邻居还有一个 CDG， 他起来要交手了，双方先用投掷物互换一波。现在其他地方的战斗已经没有人关心了，没有人关心了，现在就右上角的什么就是天都在刷屏。那天霸的话是把 TMA 打的很伤啊。这期好歹是把小鬼给保住了。嗯，巨幅那边也很惨啊， DT 天霸都能拿到巨幅的这个分数。这天霸是一直卡在了一个西侧，正好踩在圈，这叫交火了，反而让实际这个点位很安全，而且在一个切角之后他吃到了一个圈中心。但现在 New Happy 要被反卡了，一个天然保护伞。嗯，现在其他的附近的防区都要卡边，比如说 IFY 现在正在卡 FM， RBS 要去卡 Carol， RBS 卡 Carol 不得不打啊。现在 New Happy 进入到自己的一个闯关模式，FTY 也是原点抽掉了，后续鱼人跑出来丢烟。哦，黑肉这波打完以后近点的话，小左啊一个人单刀插入到这个超三人。大概是换到二楼，这应该是要喷子架门口。应该是一波绕开 DDT。不是，主要是 New Happy 绕开 DDT 以后，面前又要面临到满边的天霸，我还有点刁钻。他们一定要做选择，而且旁边侧翼还有一个唐弟弟崔基先被放倒。唐弟弟这个点位很关键，能打侧身的，还好侧线焰封住了。New Happy 因为补掉了一个，而且现在这个过点也有点危险。我一个受累，幻神已经倒地了，再接上投掷物炸残了明明。这个地方趴不住啊，趴不住啊，会被 pick 的。崔基还能扶。哎呦，刚说完又一个手雷，直接两地雷双响。你得先保人的。突然一下直接天霸就只剩下了唐弟弟一个人了，对吧，这一局其实对于他来说难度真的是很大的。
因为毕竟天路的话，敢听到这波信息也是从防区里面要拉出来，一会儿肯定也是往卡北边的 New Happy 的。嗯 ，New Happy 是吧？唯一的好消息是他们还保了几辆车。嗯，我有这个过点，莎莎。不还好啊？一颗烟，这又 是一个，还是要带车。嗯。防区也是打得比较混乱的，三支队伍在南部，旁边还有一个 RBS 一直在吃这里的信息。如果一旦就打得很混乱的局面的话 ，RBS 也是想过来进行收割。嗯 ，RBS 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劝架位置。嗯，是吧？只要打起来，两三分、四五分都是有可能的。对他根本不着急，他在边上给你踩好位置就可以了。TMA 先被淘汰啊 ！RBS 已经来近点了，想丢雷。对，还没现在想通过冲出淘汰分来扩大自己的领先。他知道北部压力大呀，他想去打一个先手。悟空被 4M 淘汰，而悟空的话，这个时候 4M 他打完悟空以后，他也是在看，他在马路对面。看动静了，开始闯了一波进攻。几颗雷效果都很一般 ，ET 扛住了第一波。马东新这个位置好像没有被点名，应该不太清楚近点马东新。马东新刚刚有开枪吗？没有太注意到啊，好像都是头顶大仓的人在开枪。嗯。嗯，突然一下压力转移到，其实反而是转移到十七这里了。十七这个会儿，因为他站得太集中了，有可能会吃雷的。嗯。RBS 现在还有眼前的事没处理完啊。嗯，那就处理这个 MCG 和 CDG 这里的战斗。反正双方打出来都是一个残边，哦，高点的时机，小北出枪放倒了鱼人，还好有高点的一个优势。对，十七这个时候主动站起来清边是科学的。嗯，他这个时候得出手了。你还可以一看，哎，这个边缘还有一点角落，但是没有想到这是小海。嗯，的信息啊！小北这波冲的很凶，小北放倒了双人，小鬼瞬间把 RBS 团灭了。天平带走了 RBS， 那看一下北部的一个战斗，因为刚刚幻神倒地的原因，所以 DDT 拉出来，现在先清理掉近点的人以后，现在 New Happy 只有两个人在场上。十七已经完成了分数上的超越，只领先一分。已经捏好了手雷，安哥可是手里雷很多的。又一波轰炸，旺仔直接是炸掉了小鬼和醋酒。哇！这一波轰炸，近点，小北能不能顶住？小北倒了，十七被淘汰了。ifty 带走了十七。IP 的话也看到这部信息以后，头顶 DDT 已经压了出来。对，我 IP 其实已经稳了，已经稳了。是的，已经稳了。然后 IP 的话也是一鼓作气，对吧 ？IP 也是一鼓作气。嗯，场上 IP 应该也清楚这件事情。是的，刚才是因为十七被淘汰了以后 ，IP 涨了，基本上没有太多头甲的一个损耗。主要近点是 New Happy 和 4M 还要去进行战斗的，幻神先把小鹿给放倒，圈形给到一个东切，这马路怎么过呀？这两支队伍 4M 和 New Happy， 牛 Happy 反正个我觉得得靠个人能力，就是想救幻神肯定是不现实的。对，现在就个人能打了。
啊，最后藏着一颗雷扔呲了，但是他吃了一个埋闪，然后吃到他的头顶。然后这波是哇，明明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把小海打到了二十多滴血，明明刚才是。哎呦，这一梭子压过去龙泉，哎呀，但是旁边小熊的一波出枪是把龙泉给放倒，现在是一个三打一。是的。应该这个马路其实嗯，应该是我感觉他一只脚已经迈进了 PCS 的大门。对，已经进了，已经进了。进了你看这个分数的一个变动。小海位置被盯得死死的。好的，也是。被蓝圈收掉。嗯，恭喜 ifty。